我俾大家睇下平有咩用？呢部 TopCon LCD TV 連 monitor， 我用咗三個月就壞咗，我開嘅時間都冇五分之一。OK， 我呢部 Samsung 廿二寸，我用咗兩年嚟做 laptop， 到而家今時今日仲可以睇 TV。OK， 再過嚟我門口呢部嘢，我一日開足廿四小時，我開足五個月都冇刪過，到而家都仲開緊，廿四小時咁開都冇壞嘅。裏邊嗰部嘢我開咗都冇五分一時間，三個月已經壞咗。你話平有咩用？真係唔係吹水，真係平有咩用？而家又要問我攞地址，又話要呢樣嗰樣，又話要我揾架貨 van 卸聲翻去 Cable TV 大樓，我邊鬼得閒送過去？唉，吹漲。